惠于端午节粽子礼盒的销售量可观，六月份的餐饮业务的营收往上攀高。另外呢，六月份电脑展也替住房业务增添了营运动能，因此在餐饮住房业务同步驱动之下，国宾六月份的营收表现应该相当亮眼。所以法人预估国宾六月份的业绩将会比去年同期成长5%到10%左右。